接着这个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个，然后接着我们在这儿看一下，在这里面是什么呢？数值一个溢出了，我就不再讲了，因为这个我已经讲了。你譬如说你加一之后有什么情况出现，正数变负数，然后其他一个啊。好，紧接着下面这一个我浮点型这个我简单过一下，因为浮点型和什么用法一样呢？整形用法一样，我就没有太大一个东西，所以简单过一下没问题吧？好，我们回到这浮点型的地方，它会分为一个这一个 flow 类型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行了，这个下节课再讲啊。好，这一个讲到这个限定符就 OK， 还有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浮点型这个，浮点型这一个当您看一眼啊，首先有两个，一个是 flow， 一个 double， 是原因主要是它们的范围不一样，一个四个字节，一个多少个字节？8个字节，就相当于说你有个 int， 有个 long 是不是？好，接着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一定要注意，以后呢，除非迫不得已，能不用，对，能不用这一个你最好别用，除非迫不得已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不准确了啊。那接着其他一些用法，浮点型就是说它们的精度不一样，范围不一样啊。好，其他用法基本上是类似的一个。好，接着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在这边啊，输入这个是一样的，那我们来看一眼浮点型，我先给你验证一个不准确的例子，清屏一下。VI， 然后到11，我们这个 flow 不准确，存储不准确例子，好，点析，好，要接着啊。现在编译器做的很好，以前呢，你如果要 flow 的话，你后面你要写一个。这首是单精度，也要写一个，后面写一个什么呢 ？F 的。现在你写不写不影响了，这个 F 是一种用法，代表你这个就 flow 类型的一个浮点型。以前老版本 VC 6.0 你不写它可能会有个报错或者警告的东西，现在没所谓了。好，接着我打印的时候，如果是 flow 类型啊，它是以这种方式打印，%号 F， 如果是 double 类型就 LF， 好，来一个 A。就这么一个简单例子 ，GCC， 还是这边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这一个啊，我们 GCC 11这一个，出现什么问题？多了一个，所以我不能够保证一个地方你存储所有数据都一定准确。但是这一个就是说我测了很多编译器都这种，只要后面带个9这种，你比如9.9啊，99.9那种啊，都是出现这个，后面会多一些东西出来。所以这边就验证了，因为你看那个二进制的时候嘛，是不是它乘的时候本来就不是特别准确啊？所以这边首先验证一个不太准确的一个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一个基本的一些用法，那就和整形差不多了。12，好，这个叫什么？浮点型。的使用，好，我们看一眼啊，那接着这边用的话是这样的啊，你来一个 flow flat， 然后接着譬如说 a， 那接着你要想输入来一个怎么来输入呢 ？print f。然后%号什么？这边是一个什么？请输入是不是？好，这一个好，下面来一个 scanf， 这边写一个%号什么了 ？F 了吧？不要加反斜杠 N 了啊！接着后面我写个取地址的谁 A 了吧？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是可以打印一下 print f a 等于%号什么 F， 好，后面写一个什么 A， 好。好，同样的，我这边呢，打开给大家看一眼。GCC 12，输入一个10.11，可以了吧？是不是这种？然后接着这边默认后面是小数点，后面有6个数字的。好，接着在这一个，那接着你另外一个 double 了 ，double 那个也是类似啊。那接着我再来写一个。double， 然后接着一个 b， 然后 double 一个 b 的话，接着我这边我直接给它赋值了 ，b 等于3.14，
我就不输了。好，我们 print f 一下，你打印，然后百分号，这个是 b 等于百分号什么呢？百分号 l f 就加个 l， 好，反斜杠 n， 后面写个什么东西 b。 好，我们回到这 GCC， 我这边是不是应该让它重新加载一下啊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 GCC 12点这一个，好，回车看一眼 10.11， 这后面也是类似的每一个啊，是不是类似的一些用法啊？好，就是那么一个普通用法就行了。然后接着它还有个什么科学字数法，你稍微了解一下，我一般也不那么用。你看一下那个讲义啊，这个和整形差不多，这个和整形差不多。